台北艺术大学巨人戏剧系，戏剧系北艺大，北艺大，北艺大。高中的时候是师大附中全校二名，这个就屌了。对，我是师大国文系。哇，国文系，哇，屁啦，你压力不能说，这么漂亮还师大国文系。明珠讲一点，来背的，试一下背的。政大政治系。是北一女，台大法律，台大国发所硕士。我高中、大学数学联考都是满分。台北医学大学的牙医系。我大学学测的时候，我的国文、英文跟自然都满分。注音二选。一要淘汰三位，程度是国小五六年级。我们今天找到李薇薇老师，国文老师李薇薇，台大中文系毕业，20年补教资历。注音二选一，选出正确的注音念法。A， 按捺不住 ；B， 按耐不住。应该是 A， 按捺不住。是不是错愕？对不对？你是国文、英文什么都满分的。太久了。嘉宇，我是数学满分。什么？我数学满分。对对对。现在开始在消毒了。有。味噌汤。哇塞。B， 味噌汤，请选择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咬文嚼字或是故意去那种，就是。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，所以我觉得你故意要念按捺不住或味噌汤，我觉得是找麻烦，所以我还是坚持味噌汤按耐不住。你也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果然是未名喉舌。你看我的看法，我反而我是跟你一样，明之所欲常在我心。对，蜜味噌汤。也是会以为我就是以为我的第二题应该恢复正常啊。我那一年好像就有考这一题。A， 主播 ；B， 主播，请选择。主播的问题。B， 主播。哇！怎么又共鸣了？访问一下我们台北市市议员高嘉瑜，快要翻脸了。对，为什么会选主播？同学。因为我的逻辑是一贯的，我就是坚持说，虽然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主播，但是我逻辑一贯，我从一而终，我就是坚持要站在我坚持。因为你的角度是说，三个尖嘛一个孔，对，总会轮到嘛。他哪里呀 ？A， 塑胶。哇塞！哦，难了。塑胶，哎，请选择。来哟。你动作我是塑胶呢，你动作我是塑胶者，塑胶三塑胶二，一，正确答案是 A 塑胶。目前的一个成绩是怎么样？霸天六分，哎，只有林雨也六分，林雨超强，哎呀，六分啊！正妹还能够全对，也没有，因为他身上背着不能输的任务了，所以 A。豆鼓 ，B， 豆豉，请选择。哦，加你们加一下，你想要输就加，你想要收工什么的，豆豉。老师在反问你为什么用这个答案，我知道这答案，我故意的。那这个理由已经用过 A。冻卵 ，B， 哦，对，冻卵，请选择。正确答案是冻卵。嘉宇，你果然是数学很强，太强了。哎，明珠，你怎么突然间跑过来？是卵子吗？没，卵，好险，在总统府的时候不用念这个字。哦，对。黑影重重 ，B， 黑影重重，正确答案是黑影重重。
你在查，以为是以为那个早安新闻嘛，对不对？早安是这样子的说法，是一床房，不是不是一栋，不是一栋一床，是没错了。一床，每天早上七八点，早安新鲜闻，一定不会念。你要在这个时候宣传吗？没有了，你赶快把握机会。请出题。纳豆带着女朋友到野外赏鸟，鸟叫声此起彼落，听得两人春心荡漾。请作答，请抢答，出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第一位，来来来，一抢。哎哎，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哦，问问答案呢？哎，纳豆带着女朋友到野外赏鸟。纳豆的鸟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，叽叽喳喳，比此起彼落，听得两个人春心荡漾。叽叽喳喳应该是烦躁的意思，但是叽叽喳喳可以算对的，可以的。哎，可以。我吓了一跳，纳豆带女朋友到野外赏赏鸟，纳豆的鸟。没有啦，要装真实，纳豆是名词。好，拉拉你的答案。纳豆带着女朋友到野外赏鸟。啾啾的鸟叫声，啾啾哦，听得两人春心荡漾。啾啾，啾啾还是啾啾？哎，啾啾，啾啾，哎呦，哎，厉害哦！来来，下一位，纳豆带着女朋友到野外赏鸟。这位是阿 Ken 啊，不是阿 Ken 纳豆哎，我是正义，正义。正义，正义，正义！我也是啊。急急的鸟叫声此起彼落，听得两人春心荡漾。哦，一个口一个急，那个急急，急急复急急，OK 吗？恭喜答对。我跟你讲，我应该会选，我会选淋雨。淋雨。我跟他有被一周刊拍到过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有被拍到过。大家没印象，因为那个新闻其实是他的新闻，就他人家说好像他认识很多男生，然后我是中间跟他吃一个饭的这样子。林宇还跟你吃过饭？朋友，因为我记得那个饮料店是他帮我写的新闻，然后才红起来。我为了谢谢他，请他吃个饭。林宇，来来，往前一步说明这件事。你为什么不是跟我吃饭？拉拉在后面那个摸我说加油，有没有？但林雨夜长很漂亮，大家都想说她一定有男朋友。对，她到底是什么？没有，搞得好神秘。没有，真的吗？上次看她的手机也只有一根吉拿棒。真的没有。吉拿棒，她又是单身，又拿了一根吉拿棒。这个好 ，OK， 好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好吧？哎，这个画面怎么样？那做一个人吗？对吗？再冲进去，请做出扣楼的样子。请坐上。爱情在恰恰，就是他扮演那个老人，然后扣楼，然后就是他有点驼背了，然后这样勾楼。哦，勾楼，没有没有，他带跳恰恰恰，屁股不会那么高。在你心里，在你心脏里都是你的爱。OK， 好啊，好啊，可以。来来来，那扣楼就是老人，就是老人家是这样这样这样身形。不是打脸的可以这样子。大豆大豆，你不用演，大豆你不用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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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擅长走，擅长走。哎，恭喜两位通通答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厉害，好嘞。哦，我一看就下笔了嘛，不会太难。下笔如有神啊。哦，读书破万卷啊，那种。哎呀，我的同学出现 bug 了。对，同学，同学，他会不会想画？的图，八骏图。哦。满面愁容。好。对啊。还惨。直踌躇。你想要再补吗？面前走台步啊！好，直除，
正确答案是踟蹰。哎，蹰是对的，蹰是对的。哦，踟蹰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分数。这一个关卡里面呢，我们蓝队获得的六分，哦，红队也是六分，所以目前的总分是15-13，恭喜红队。